鹿晗就是小鹿，踏踏实实的在演戏的状态。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剧组的氛围，给人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安全感。我记得差不多两个月以后，我到现场，我都觉得看到的不是鹿晗，就是萧峰。大卫，所以我觉得这五个多月，大家真的是在打一场硬仗。你先别着急拒绝我，你去我站那看一眼。闲有事不要学，所有精神小伙儿全部听听。人黑天黑路滑，这社会复杂，你往高处爬，那么就有小人来找茬。精神来自灵魂，不是动手伤人。气质来自豪横，但豪横不是敬老门。懂了噻，散会。都没事吧？来，回放。第一枪，第二枪，对，第一枪加一枪，第二枪，对，然后就非常快，记忆力非常好。怎么样了？非常近。你是微笑里的甜，还是眼泪里的咸？为何 hello, hello, 在那神秘的未来 hello, hello, 找到属于我的爱 hello, hello, This is my new life、hey, yeah, 是谁在为我等待，在那神秘的未来。점점 난 작아져 사라져